我很爱拍电影，如果台湾有导演要找角色，我有时间。我的经理人就说，有什么角色你不能拍吗？然后我说就爱情故事，因为爱情故事对我来讲太难了，因为现在我太爱树培，我太爱阿赖了，然后要离开那个感觉，离开那个心情，我觉得第一很难，然后第二，如果我真的投入那个角色，我怕我很乱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就说，如果有轻轻的有一个女朋友在旁边，我说 OK， 如果真正的那种notebook 的那种爱情片，我应该不会演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演的不好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会不让爸爸拍爱情片吗？Can I film one for me? Yes. 那有计划没有的弟弟或妹妹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了。我觉得阿赖已经够了。我跟舒培也没有很想。阿赖非常乖，非常听话。那我们有讲过，如果生了第二个，可能会失望，然后压力太大。就3年前啊、我跟舒培有问过他，我说你是不是很 lonely 啊？然后他就说 no， 我有一个姐姐。然后我说谁？然后他说舒培。然后我就问他，哦，真的吗？你不需要一个对弟弟妹妹？然后他刚开始说他很想。然后我说那如果有的话，糖果要分给他，然后他就说那我不要了。就不想分享我跟舒培的爱吧。应该可能2008年的时候啊、很多人会觉得陈冠希已经结束了或者没了，不过我没有放弃，我没有就迷路，你知道迷方向，所以我就相信我自己，然后就真正的努力啊。就很多人看我的 Instagram 觉得我天天都在放假，其实我天天都在工作，只是你们看不到。我很开心有一些歌迷啊、我的 fans 一直支持我，那要谢谢他们，真的要感谢他们。好。